个泥球，咱们扔上去，用弹弓把它打中。中了啊！有许不会的双击观众，我还教大家，这种东西啊，切记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手忙脚乱。好了。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我交代。虽然已经是百花开。我们的瞄点啊，后手定位的颧骨或者皮筋定位的颧骨，用这个撑头，上下看成一条线，这样对准目标，可以。